这个大山应该没有人吧？你注意点，这个位置很好打人。哇！哎，怎么会有两个人？我怎么感觉后面好像有人啊？哼，你屁的人，别说话，安静点。先把大的打倒。还不听我的，我都说后面有人了。赶紧爬过来，我救你。哼，还想爬？哇，这么厉害！帮各位一只打死你。哎，人怎么不见了？让我看你死不死！走！哎，大哥别打我！起来！赶紧走，我只要枪。你以为我只要枪吗？快开！